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朋友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天好收看我们台股七十二变。好，今天是高尾一告礼拜五，那最重要就有三件事哦。那先讲哪三件事？第一个，股票买了要会涨。第二个，指数操作一定要做对。第三个，明天要上班上课，台北股市要开盘，我觉得这三个台词。那各位一定告诉我说，哇，二点八股息就慢慢拉垮啊！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今天该怎么看？今天呢，应该是一路走高了，我的看法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明天全球股市就到今天晚上嘛，啊，明天在台股又独自开盘。所以我的看法呢，明天呢干扰台股的外在的因素会比较少，所以台北股市今天看起来，如来如后，今天啦哈，我针对今天的看法，啊，关键在于今天早盘呢是开高，那有做一个回撤嘛，回撤幅度也不大，然后接下来呢过了今天开盘的一个最高点，这是一根发现的，啊，够再来边哪走，啊，够再来都一定爱做丢啊，不是，啊，我的看法就在于你要做对的。那你怎么去做对？哦，我大概看一下了，我没有什么看法了哈。阿里做长扣啦，特别是因为近期啊，有很多新朋友。那因为我个人的操作有选择权的锁单，还有对锁。那包括有指数的操作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个股，那卡贼。所以针对很多新朋友做个参考哈。我恭喜班哈，你是刚参加的新朋友，来看一次哈。我们每天的操作。每天的操作，打刚好，一定会有一个当冲。每一天哈，一开盘一定有一个当冲，这是今天啦，啊，这是涨啦，反正你看到一只熊，就是获利平仓的对吧？那每天呢，就是一个当冲，那这个当冲呢，多或者是空，很 OK 不？我没有办法保证多一定做得到，空也一定做得到，可是呢，它的胜率。当冲的胜率，长期来看，70%-80%跑不了，一定有。就用你十抓，那讲输吼，输两抓至三抓，啊赢七抓至八抓，这叫当冲。PSY 的胜率，它是远高于什么？远高于当冲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今天哦，以台北股市为例，啊，你都两抓拢做完啊，每天就只有两趟嘛，对不对？搭配什么随机的 PSY， 所以以台北股市为例哦，啊都，那还在加半康嘛。对不对？啊，半缸啊，底价做多嘛，加半缸，这最高点价啊，最低点价做多啊，你搞讲啊，别管哪做啊，都做完了。啊涨呢？啊涨嘛是获利平仓啊，啊做起来嘛是获利平仓啊，啊你有打刚都按那走，你就照着做。我的看法，你就照着做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接下来呢？你如果有投资股票的，我觉得你应该看看，我觉得蛮多股票的哦。来举例哈，特别是像宏达电。我不推荐你买啊，我也没买啊，我想看像宏达电或者是2474的可成，我觉得你要去他看，你上盖无你要去了解啦，了解什么？我现在齁，台北股市一万，现在这一秒控335点，啊，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在中秋节马上搞啊，对不对？我不管它变不变盘啊，我可不可以有非常好的绩效，或者是投资报酬率，那卖光上面几个月、三个月，先讲几礼拜的好啊，啊有法多不？啊无法多，无法多就板都都板手续都安尼尔。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？没有什么怎么做啊，你要做对啊。你再问我200次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啊。所以我就不要讲太多哈。好，我先用30秒了哈，你看一下哈，这是较早，这是从前啊，我在。有台节目上不是现在哈，从前，那么呢的几张图表，再跟大家做个分享哦。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都是跟奥巴马，枯手的，问巴菲特，伊问伊讲啊，股票当时要安怎买？啊，巴菲特都甲讲啊，股票都低买高卖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奥巴马的就无欢喜啊，都甲讲紧致米林圈叉三角形啊。如果我嘛知影低买高卖，啊，关键在于如何在什么地方去做低买，什么地方去做高卖。
股价主要啦，当你在看任何一档股票，鸿海、台积电、联发科、宏达电、TPK 等等等啊，你在看什么？看它的投资价值跟投机价格。我赶快就跟你去买一杯啤酒是一样的，关键在于什么叫投资价值，什么叫交换价格。泡泡也要钱呢，泡泡不是不用钱呢。所以你如何去评价一家公司，它有没有被高估或低估？举例，一家公司过去20年以来，它的本益比震动区间在8倍到20倍好了。所以呢，你大致上可以判断出，哦，如果在14倍以内，代表，哎，是符合投资的。但是如果远低于14倍呢？甚至于跌到了8倍本益比呢，那就免考虑啊，那你就买啊。啊，再来，如果一家公司过去以来平均本益比倍数在8倍到20倍，可现在来到20倍了，可不可以买？可以啊，你看，对啊，你如果站在操作的角度，不是不行哦，是可以的哦，叫做操作。但是站在投资，当然就不鼓励嘛。所以你怎么去做评价嘛？这是从前，不是现在哈、哦。但是呢，以指标月嘛，用什么是以指标月，都一样啊，不会有所改变。这是2012年呢，现在是已经2017啊呢，我做20年呢，啊，这个股票叫什么？叫2047事可成。到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吗？不会啊，还是一样的。你照着做，那你是在讲什么？你照着做啊，啊，20年来拢赶快，啊，你才是在讲啥？啊！你问我没那看，啊！你自己看，你怎么问我呢？你就看嘛，看你就跟去买一杯啤酒，你去买一罐金牌啤酒，对不对？啊！你也去看，啊，这是 Seven， 对不？啊，这是 OK， 啊，这是全家，啊，这是家乐福，啊，这是万道门口的干嘛店？啊，你总会去看嘛，一样一瓶公卖局的金牌啤酒，啊，价格是卖多少钱？那你就会去看呢、啊，泡泡的价格。你会去买吗？操作面没喝就干扣啊，你有买嘛？投资那你就会去看嘛，你会去做评价嘛？评价什么？一家公司长期以来股价盈余叫本益比嘛，那你就去估算嘛，然后再看，这是不是今年？这是2015啊，刚刚一开始是12，对不对？这是15哦。那么当时呢，到2015年，从14块、18块、21块到25块，那我问你嘛？2047事可成啊，我唔知啊，你家己看啊，今天还过咧破底嘛？真的啦，今天股价还在破底啊，啊，这不是一路破底，无唔对吧？啊，就一直崩跌嘛，啊，有一直崩跌落来无？有啊，因为啊，这股票这么恐怖，哇，走了一个左肩头部，右肩崩盘，你讲啊，那这股票是要安怎看？啊，你就看今天的索马影音啦、啊，看今天的研究报告，就这么看，你就天下无敌啦，好不好？啊，稍待啊，在明天礼拜六，我们有空再来针对啊部分的个股跟各位做说明。那最主要就在于哦，来，面拉走，面拉走，现在高位已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看到什么？你说我有看到一个9月25号、26号、27号、28号、29号，对啊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你讲啊，这是礼拜一跟今天的高位预告啊，啊对，那你可不可以看着他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东西？你说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你讲的也有道理。乙子哦，叫标月，我举个例子哈、哦，我们明天再公布答案哦。Moon 啊 ，Moon 是下面挖狗。假设啦哈，我小米，人家讲啊，是 Moon 啊。啊！你敢无看到啊 ？Moon 啊，我都唔知啊，什么东东是 Moon 呐、啊？啊！你说你别样看，我就看不到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 Moon 啊，我怎么看？所以以指标月，来看一下，你怎么以指标月？啊、中秋节被搞啊！啊！你好歹你嘛以指标月节，那怎么去标月？好，你告诉我，我在上面画一条平行线，在底下画一条平行线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？上面的平行线的位置应该在哪里？应该在对啦。啊，讲遐多，
我感觉今仔日理论上应该收在这条线面顶了，今天收盘了，就29嘛，他应该收到这里上来了。那我只问你嘛，那该怎么办嘛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你自己做评价，你是不是把已发生的现况，这是高位已告，啊，明仔载要开盘哦，啊，你大概做拢做唔到去，啊，我哪有法度？啊，你就继续搁乱做嘛。高月二十，来，这个是9月5号到9月20，没有错吧？这是高月初五加高月二十，今天是高月二九。啊，你感觉安怎做？你讲啊，这大家嘛会做。我若伫过去吼，我10609我拢甲放空，你知影？我520我拢甲做多，我著安怎做安怎赢？12345678910111，安尼吼，半个月出手再一抓，再一抓全胜，那不就要的是这个吗？啊，再看一次。啊，我今天才甲你讲，啊，你要看一摆。这是当时啦哈，今天是9月29号。啊，自己看，啊，你搁看无我也无法度啊，啊，你有自己做参考。哎呦，你9月29，你今日才跟我讲，我咧你的大头，我啦，我的大头啦。礼拜一是几月几号？礼拜一是9月25号。啊，这礼拜一，高的，你个礼拜一，啊，帮我把这里放大。啊，这个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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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再看一摆。啊，啊，再看，啊，这个是，啊，这个是，啊，我唔知啊，你继续看，你继续乱做，我都唔信你这边要做嘢。你问老师就厉害，你老师拢学白讲了，你老师多厉害。啊，你老师就厉害，你应该打钢牙。我问老师电视顶打钢牙。对了，啊，问题是啊，你是伊的会员，啊，你有赢，啊，你咪打钢书，啊，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啊，你就照着做，还能怎么做？你与其去抱怨林老师哦，别讲，啊，你为什么不要做对呢？啊，你问我讲啊，但是没安怎做对，你讲的也有道理，啊，是没安怎去做对，啊，那我法度做对。今仔日是九月二九。我们对吧？今天9月29号嘛，25、26、27、28、29。好，上图呢是指数的行进嘛，对不对？那底下呢？底下不就5分钟 PSY 吗？所以我们去观察 PSY， 以指标月，这个礼拜，这个礼拜，从礼拜一到今天9月29号，莫袂记得哈，明仔载高位三十，礼拜六还是要开盘的哈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哈。PSY 只有出现三次，啊，哇，无法度，因为它是随机的。请问这三次有没有提供给你，对你有所帮助？我问你安尼的话，有帮助啊，无帮助，安尼的话嘛，啊，有帮助就有帮助，无帮助就无帮助嘛，啊，会准就会准，未准就未准嘛，啊，你有把你的手自己甲摕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把你自己的手摕，啊，就甲点落去，啊，就 PSY 甲点落去，啊，就甲点咧。啊，五分钟哎哈，啊，起来哈，还可以。PSY 看五分的，那就照着做就好了。那就照着做，啊，模型没拉住。好，来再看一次哈，一个叫正五十，一个叫负五十。那你一定告诉我啊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我那安怎怎么做？我都安尼做呢。拍摄，我的图表那模型。啊，我都安尼做。啊，今天有九月二九，啊，昨个昨九月二八，啊，昨日嘞昨日九月二七啦，啊，做对就好啊，啊，无变哪做，啊，今天是9月29，昨天是9月28，前天是9月27，好，来逛几拜，所有的会员你自己对照哈，节目中我就不讲了哈，9月28礼拜四，所以你昨天拿到研究报告对不对？好，9月25、26、27、
二十八，而不是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 PSY 出现三次，有没有错？没有错吗？一模一样嘛。那每天不就当冲搭配 PSY 吗？好，那怎么做？这二十八号、二十七号、二十六号，啊，这抓啊，这抓是输诶，啊，春俩拢无输啊，啊，唔拢赢。啊，今仔日啊，今仔日你家己看。啊，安尼干没输，告我扣脸，他说对就好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我希望你看得懂了哈。我干嘛你扣脸看无啦？来，今仔日是九月二九，今仔日是九月二九。你问我讲这边哪款？好，这个我会贴在今天的研究报告。我会在今天，我会每天我们会有一个索马影音，在索马影音里面，我会帮你做说明。好，一盘中嘛，未使讲股票的对吧？不可能讲啦。好，所以呢？假设你看无诶，我紧，请你稍待，打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，索取索马影音的账号跟密码。那今天我们的索马影音的内容，我会针对2474打刚破底，但我们在被楼盖边搞龟你也可成，帮你做个简报，好不好？我们两分钟后马上回现场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无法左右大盘涨跌，可以改变绩效高低。行动 App 自己看手机，高频率先补空，低档提前翻多。PSY 心理线标股自动搜寻，指数当中破断一指完成。我的头部心动行动 ，PSY 心理线咨询专线0800-558080800-55808。变解通，肯定会成功。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。强棒现场选股，自动优化，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大。02-2578-3000。无法左右大盘涨跌，可以改变绩效高低。行动 App 自己看手机，高频率先补空，低档提前翻多。PSY 心理线标股自动搜寻，指数当中破断一指完成。我的头部心动行动 ，PSY 心理线咨询专线0800-55808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午安一样哈，来先看这里哈，我讲重点就好，因为以下在这里，我你下下一大堆，我是要看下面哈，上面的哈，这一块哈，这一块，就是我们去观察哦，一些主要投资机构，那这些是buy side的哈，buy side不是说买进才叫buy side，就是说他持有该公司哦，该上市上柜公司相当持股的所出具的报告叫buy side。好，我们去看哦。该公司他怎么讲呢？第一块叫做他的看法，第二块叫到他的估值，好，第三块叫风险，好，我们讲风险就好。风险里面他提到三个东西，他说除非啦，这三个东西有出现明显的变化，否则你就不用理他。这三个分别，第一个叫毛利率，第二个叫毛利率，第二个叫美元。第三个呢叫平均销货价格，到一二三嘛，这三行嘛，那你就可以做评价了。问题是那这三种我该怎么去看？好，所以回过头来齁，我可能要较紧，我跟他讲不完。来，
所以会员哈，来帮我一个忙，看这一块就好。今天的研究报告里面，你会看到这张针对可成的评价表。啊，我会在索马语音帮你做说明哈。等我叫先讲一摆，好，我讲你听不清楚哈。来，我慢慢来讲哈。第一点，一个这个叫加速，就是说全世界总共有几家投资公司现在对可成所出具的看法。第二个叫平均，平均值为什么？因为每家公司的估值不同，所以呢，你要看哪一家？你要看最乐观的吗？还是看最保守的？不是，而是在于把所有的加起来去做平均，可以做平均的哈。举例哈，第一行 quarter ending 就是这一季的结束，哪一季？2017年9月，1234567891叫做第三季。好，所以呢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今年第三季单季第三季，全世界到目前到今仔日9月2日为止，总共有17间出具评价，认为百万、千万、亿、十亿、百亿，认为可成第三季的单季营收是253亿，这是平均值。可是最乐观的认为可成的营收可以做到多少？269亿。最保守的，他的看法在于可成只能做229亿。啊，你知道吗？阿伯公啊，什么叫一年前？就一年前的今天，2016年9月29日，当时预估可成今年的第三季只能做210亿啊，所以你要做交叉比对啊。去年怎么看的？去年的看法是对还是错？你是不是要做追踪？第三季、第四季，这是今年2017年全年的预估营收。好，这是针对明年，目前总共有21家出具可成到明年，可以做到哇哩嘞。一兆，我是看不到，是吗？好，往下再看 ，EPS 叫每股盈余一样，第三季、第四季、2017年全年，啊，这是明年，现在针对明年的看法。好，我们先看今年哦，今年总共有36家，目前的平均看法哈，最乐观的认为可以每股盈余可以来到35，最保守的24块，我们去看它的加权平均是落在29.8，不是这两个加起来除以二，是它的加权平均。好，明年的话，目前有出具评价报告的22家，认为该公司均值会落在36块，就是讲可成每年会使赚3.6个股本。好，所以针对这间达刚破底的股票，那你该怎么做观察？现阶段股价是不是被高估的，还是说出现低估？好，你去看，你自己去换算。所以呢，再跟各位做个简报，股票也好，你要买会起的啦，一种是投资，啊，一种是操作。那投资跟操作，它的模式当然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是投资型的，请你就照着今天的简讯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发给你的，你就照伊走。至于该怎么看，那就在这里哈。至于该怎么看，就这么看啦、啊，就这么看，你就天下无敌了。因为哈，安内也天下无敌，对吧？安内也是在天下啊。哎，我过恭喜拜哈，这是外跨坏了。每个人的看法不同，你用2+4=1对不对？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啦。我举例啦，我一张报告的，等下把这一块放大就好。来，今天是9月2日。啊，这个我那些540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刚嘛没必要乐观，该加乐观吧？没加乐观吧？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啦，所以一定要对照今天的研究报告以及我们今天的索马语音。那指数的部分，我刚嘛都比较单纯啦，指数就是高点做多，阿哥炸山都假没晒，有你逃看啊，你自己看啦，我下期没晒，有你逃看咳咳。拉近看下面就好，上面不要看。指数的部分，我们一律使用5分钟 PSI， 也就是说，
你可以像我一样啊，我举例了哈，你先看一下哈，这是不是电脑板？这电脑嘛，对不对？你像把这款是电脑嘛，而且是指数的行进嘛，那一开始五分钟 PSY 嘛，一定是啦，是不是？没有错吧？上面是指数，底下呢是五分钟 PSY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大来做一个观测嘛。好，这款啊，这是今天的二九、二八、二七、二六、二九嘛，没有错吧？好，你说可是我不想用电脑，那你就不用电脑啊，你有个你的手机啊，加嘞。加还乐观啊，啊加负五十啊，啊加嘞，啊加叫做正五十啊。我安怎做安怎赢？我够讲你够讲我家己，我都家己。未火讲火红，未地讲地胖，啊都你都安怎做安怎赢？啊你今仔日多啊赢，康啊赢，啊你继续落去就好啊，你就继续做啊，就照着做，不用担心啊。我的看法啦，今天跟明天它还会持续往上走了。那么呢，如果说各位您对我们的操作，想进一步了解的，也欢迎所有朋友，稍待，节目结束过后，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，可以联络我们的服务人员，感谢您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订阅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，走到哪看到哪，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选随看真方便。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。左右大盘涨跌，可以改变绩效高低。行动 APP 自己看手机，高点率先补空，低档提前翻多。PSY 心理线标股自动搜寻，指数当中波段一指完成。我的头部心动行动 PSY 心理线，咨询专线0800-55808-0800-55808。变普通，肯定会成功。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，强棒现股选股，自动优化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。